好，现在可以看到这树被锯的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枝，我想把它锯掉，可是锯是断的。这一堆，那还有一堆，还要把这个最高的那个给弄掉。这树后爬上去，踩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爬到树上。这都是我锯掉的，这个是才爬到这个高的树顶上。都是锯掉，这个也是锯掉，这个踩到这儿了。现在可以看到我在大树上后腰，这就是我家后院。那一只是要锯掉的，看到周围我家隔壁也是一位中国人，然后那边是个中国，这边是个老外邻居，所以能不能看见下面邻居家这个树后边这一只，我也想给它砍掉，可是已经长到我家这边了。好的，喜欢站到后边这个大树上，下午的阳光就非常好。好的，下去。
之前，这是这一大只粗的保存，这个当时是锯掉，是两个，但是它又新长了一个，这个枝。所以啊，就是这棵比较粗，一只，两个，砍掉了，这是又长了一个。希望可以今年锯好之后，罩上网，就可以吃又大又肥的桑葚了。其实它有很多就已经冬天都会一次就在结。